记得，你一直想要一把枪。想，你有一个任务。昨天夜里地下仓库钻进来了一群变异爬虫，看着不像那么回事了。解决地下仓库的事以后回来找我，还有别的。慢了，这些虫子肉风干了，味道还行。但地下仓库只是个小考验，有个新麻烦，老王给起的奇怪名字，就是他养的那只六角羊。上个月老王刚刚和我说，这些年真还有什么事？这些年辐射。